原标题：老帅与少帅的道德观，谁才是称职的奉系军阀直江人？在北洋史上，奉系军阀虽是北洋团体之旁系，并不是指皖军阀那般一脉相承的嫡系，但是坐拥关外三省资源宝地，麾下装备精良的数十万奉军，足以问鼎天下。不过自打北洋军阀老头子撒手缰绳，各路军阀纷纷进军中原，段祺瑞的皖系军阀，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吴佩孚的直系军阀，阎锡山的禁军，冯玉祥的西北军等，为了庙堂之上的头把交易，或出于某种利益考虑，经常大动干戈，以至于兵锐肆虐，生灵涂炭。然而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勾当，甚至经常危及到军阀自己眷属的生活。民国十二年秋，御帅吴佩孚扛到中书，南方诸公张罗着反吴，着手组建粤、奉、皖三角同盟。其后南方说客向张作霖介绍所谓的主意，张当即信口直言，还应该再加上一个民德称之，为实行之基础。张作霖随口一说，并没有做解释发挥，当然更没有笔杆子给他整理发表，所以这个民德主义也就随风而逝了。在大老粗张作霖看来，军阀倒戈极为不道德，其实军阀们包括张本人，何尝有一个是道德模范，亦或是正人君子。军阀的唯一道德其实就是不道德，就是不择手段的保存扩张自己的实力，从而在那片混沌乱世谋得生存，这也是真小人与伪君子的症结所在。老帅张作霖能够打下奉系军阀基业，更多的还是熟捏其中扮猪吃虎的精髓所在。展开全文创业不易，守业更难。民国十五年，张与冯的关系闹僵，奉系军阀与西北军于十年四月大打出手，西北军因无法抵挡奉军的强大攻势，遂退出京畿坚守南口，后冯通电下野，陆中林出任总指挥。不过西北军接连在南口战败，退往绥远，转眼年关将至，寒冷异常。当初冯军从马退出京畿，考虑到战争的无常和行军的困难，其人马多将眷属遗留在京中。两年来该军穷处绥远，交通不便，对流经眷属已无法赡养，平日稍有积蓄者尚可勉强敷衍度日，绝大多数平素少有蓄藏者则生活日益拮据，若不付出难以维持。此前奉系军阀军阀少帅及其部下韩林春就曾在保定店请在京奉系军阀陈兴甲、王琦等调查侨居京畿之敌方阎锡山、冯玉祥麾下人马的眷属户口清册，以便予以接济。民国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得知此情的张少帅就颇动感触，特派秘书携巨款亲赴冯阎各部在京眷属的寓所，向敌方眷属表明来意，按其家庭状况各赠二三百元不等，且转达自己的接济初衷及态度。在少帅的道德观念中，两方作战虽有敌我之分，但眷属绝无牵连。上述之举对张少帅来说也并非偶然。早在一年前，奉军三四方面军攻克郑州，进入河南，吴佩孚自郑州西逃，直军仓促退走，其眷属一大多钱留在郑州，未能随军撤退，加之直军欠款积年，其眷属生活已极困难，现又无人赡养，生活更是陷入绝境。退去数日，眷属中就有三餐无计之家。张少帅听说后于心不忍，也曾派员调查，按其人口每家给予面粉五六袋以维持生计。但是在北洋乱世这片最原始的决斗场，大军阀也好，草头王也罢，归根结底都是在欲望与现实中挣扎的个体，
在波澜诡谲的时代大潮中，不过是先生卖我几斤仁义道德。参考资料：蔡根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张作霖的《民德主义》，军阀混战阶级交战，对方眷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